对着要小看解封啊，唔那是旅游业者有提出问题，这健身业者嘛，即期讲这中央所定出来，这包括人甲人的这安全距离，这些指引，啊，不过有的地方政府又个人家己的规定，有的也个定比中央更加严格。起码体育署是表示，嘛是爱啊，由这各地方政府家己做决定。我们目前看起来比较难。对地方县市做一个统一的规范，因为 以新北市的话，他们的疫情是比较严重的，那我们这个管理措施跟相关规范是给各县市政府做一个整体的参考，但是各县市政府还是要因应他们各实际的情形来做一个统一的规范。体育署表示，即届的小跨界方式，毋忙伫个三级境界下，卡也阁会当啊，吼，即业者来维持即啊相关的一挂活动甲生活，有哪好即民众会当健身。那是讲即啊运动训练业登记是以即工作室的方式会当在入边，啊，毋过那是用补习班来登记业者，恐怕都无法度在入边即个范围。